在吗？要认真看哦。今年八月有五个周五、五个周六和五个周日，这种现象每823年才发生一次，叫做钱袋子。转发此消息者，4天内钱会来找你，祝您发大财，一定要转给我。这叫做钱袋，不限人数，试试看吧。发给10个人，也包括我。如果有5个人回你，你的愿望将会实现。不准不发，因为要你幸福。记得回传给我哦。3样东西一去不复返：时间、生命、青春。3样东西毁掉一个人：脾气、傲气、小气。3样东西永不放弃：童真、理想、希望。3样东西最无价：爱情、善良、友谊。3样东西最无常：成功、财富、梦想。3样东西成就人：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3样东西要珍惜：父母、孩子、眼前人。3样东西做事情：目标、方法、改善。3样东西交朋友：诚信、奉献、无私。3样东西把握好：机会、人生、婚姻。3样东西得到快乐：知足常乐、助人为乐、自得其乐。祝愿大家平安喜乐。这个短信我不敢不转，观音菩萨讲：好好活，不要攀，不要比，不要自己气自己。父是天，母是地，尽孝父母要牢记。夫妻爱，子女孝，家和比啥都重要。行点善，积点德，多做善事，多积德。官再大，钱再多，阎王照样土里拖。本月是观音菩萨出家月，福禄寿喜财各路神仙都来保佑你。你要传给12个朋友和亲人，4天后一定有好运来。如删除一或不发，1年都不顺，发吧，满灵的，我刚收到就转发给你。看完记得转发哦。想看更多内容吗？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选择公众号，输入 GOX2159，搜索后选择图片上这个，再点关注就可以了。别忘了是搜索 GOX2159。